那时候对他来说，他是小时候了，他也还算是小时候。哦，你机场里面有一首好喜欢的歌，《真爱你的云》。哦。是我爱上他的那首歌，他每次一唱那个歌，我就定住了。天是透我在这儿听哥哥们唱歌都能听一天。卸妆。洗个脸。看我这。衣服上的油渍这么多啊，感觉很难洗啊。亮哥，又到了咱们的这个洗衣日。哎，好啊，好啊。哎呦，太子新升级全校360洗衣液，别说你这一件衣服脏了，一整桶沾了各种污渍的脏衣服一起洗，也能洗得超干净。只需这么多，洗衣服啊，还得是太子，不仅洗去完渍，纳米级净渍，还能超除菌除螨，衣服洗后洁净透亮，再也不用担心白衣服洗不干净了。就只用太子啦。喂，喂，远哥啊，这不已经到了，你们可以去那个后院停车场把师傅带进来了。哦，师傅来了吗？你说母来母来母来侠。师傅在后院停车场，我们把师傅带进来。接师傅走啊。好的，
木来木来木来晒，师傅师傅带进来，床杆床杆拆出来，我们全回来。师傅来了，来，我们去接一下西服。还要换鞋吗？换一下呗。哦，你是靴子啊，比较难哈、哦。你就不穿了。好麻烦。好麻烦，这在这换了一个人的声音，好奇怪、啊。好麻烦，哇，两辆车，哇，感觉是变形金刚来了，两车呀，感觉买的时候感觉没多少东西。师傅，你们好嘞。你好，你们好，师傅，辛苦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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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个是谁的？张远的。张远的。那先拉，所有谁的我们就带他到哪个房间去嘛。来这边走，师傅，辛苦师傅，辛苦师傅。OK， 好了好了 ，OK， 好的，好嘞，这边好嘞，好嘞。然后进家里的话，我看是从侧面电梯方便还是电梯？我们那儿不不，侧面那个我们有电梯。如果这里能侧面上去，是最近。对，就看好不好搬上去。哎呀。你看我的凳子，哦，这是你的凳子、啊、我在那个残次区找的，因为它是轮子掉了，重新安的。哦，其实无所谓啊。对啊，无所看不出来。谢谢师傅，谢谢。这个是谁的，师傅？这个王月星的。要灯吗？胡子，我带他们去那个房间。这个是我的，我在后面推，我在后面推。走了。主要是这段石子路，如果能过去，就前面就好说了。对，这可以上，这可以上，上去直接就房间了，小心点啊！哇，这么沉呢、啊？哦哟，这么沉呢、啊？圆圆，这是你的、啊，还有吗？没了，你的应该没了。好的，那个是王月星的吧？哦，王月星的，哎，月星呢？啊哈，月星呢？啊，你在干啥呀、啊？卸妆了，嗯，他跟我一样，你的到了，我的到了，对，这边这边，这是王月星的是吧？第一间的，这边第一间，在这边。